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Hack Labs。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视频，要开箱的是我最近入手的 Miniware 的这个数字镊子。我最早接触数字镊子已经是几年前了，当时看中的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然后感觉挺方便的，但是它那个价格呀实在是太贵了，要3000多。我最近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发现了 Miniware 新推出的这个镊子。然后感觉它这个设计的是挺好的，功能上跟我看的3000多的也差不多，价格呢是那个的1/10，所以我就果断入了手。今天我们一起开箱来看一看它这个数字镊子设计的怎么样，功能如何。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Let's go。下面我们来进行拆箱。这是里面的这个盒子了，我们打开，有一个使用须知，然后是里面的这个镊子主体，我们给它拿出来，应该还有两个配件，一个是镊子尖儿，备用的镊子尖儿，一个是转接线，用来充电的，它这个接口是 Type C 的，我放到一边，这是镊子的主体了。一个显示部分，一个测量部分。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使用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工作表现如何。我们把这个显示部分插到测量部分，它就可以开机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正常工作了。现在是测电压的，然后这块有一个清除按键，我们轻轻按一下，现在就测量电阻、二极管、测量电容。测量电感，测量频率，然后又回到测量电压了。然后我们继续长按这个按键，现在呢就变成了全自动测量，它可以自动识别这个测量物体。然后我们这块呢有一个超小的0603封装的 1K 电阻，我们来测量一下。大家可以看到。1K 显示的挺精准的，然后我们继续长按它，它这个比较牛的是里面还集成了一个信号发生器，我今天就不拿示波器来给大家做测量了，等有机会我会再出一期详细的视频来介绍这款镊子，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来看一下，然后它这个是100赫兹的噪声，然后用户自定义的10K赫兹的。信号，然后我们继续，然后我们再长按，这个呢就是校准，我们就给它按到一起，我们再分开，它就有这个校准数据了，我们保存，OK，又回到了这个测量模式。这个呢，就大概是它的这个使用方法了。下面我给大家简单测试几个器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用来测量万用表电阻档精度的这么一个小装置，它下面是有1/1精度的电阻。下面我们就用它来测试一下这个数字镊子电阻档精度如何。我已经把这个数字镊子调到了电阻测量档，下面我们开始测量电阻。首先测量50欧姆。显示50欧姆，500欧姆显示499欧姆，4.99K 显示4.97K 欧姆，50K 欧姆显示50K 欧姆，1兆显示1兆996998K 欧姆。那这就是这款数字镊子的精度表现了，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数字镊子的电压测量表现。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将它连到了我的直流电源上面。首先说一下，我这个直流电源显示的并不是十分精准，大家只做一个参考。那下面我们开始测量，我们给它加电，1伏、2伏、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已经达到我这个直流电源的极限了。我入手这款镊子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想着平时在拾取铁片电阻电容的时候还可以顺带测量，会很方便。我凭目前为止的短暂的使用感受也确实达到了我的目的，所以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这个钱花得挺值的。因为这款镊子我到手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就不再给大家做更为详细的评测了。我会在我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抽时间给大家做一次更加深入的评测以及我的深度使用感受。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